加味儿。来一个吧。不要。爆盖子，要不感冒了。感冒吃完这种火锅就能好一半。你也抱个头看咋办？吃你的吧，你妈！今天这火锅咋这么好吃呢？是饿了的事吗？还没吃笋呢。还有这个。吃笋，笋好了。锅搁里头，来。行了行了，感冒不能往里加。没事。